就在这里，在中央政府下面颁发的任命书，担任行政长官半年来啊，在特区政府是一个培育香港社会关系，去恢复香港经济活力，也在研究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。中央政府会议和香港特区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。我们一贯表示，中央政府继续全面贯彻坚定不移的实施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方针，全面落实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的管制权，落实爱国者治港，全力支持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，目的就是要实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，香港和祖国的命运是密切相连，也希望特区政府团结带领香港广大市民，按照国家所需，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，更加充分地发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独特的优势，尤其是要继续要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、贸易、航运中心的地位，也要提出打造国际科技中心，使香港在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过程当中，扩大能力、高水平开放力度，你的工作能够给香港市民带来福祉。我也愿意啊，借此机会，听取特区政府的报告。尊敬的李总理，首先非常感谢总理在百忙中接见我，感谢你对香港一直的关心和支持，也感谢总理刚才对我的勉励。继上任以来，我身经任重道远，必须尽己履职。我和团队有共同的抱负，团结一致，以做实事为原则，以结果为目标，发展经济，改善民生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。